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现在在哪里。我们现在在凯恩斯的很大间的 shopping center。对。然后跟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他们现在就是里面都有这些新兴的装置。因为圣诞节快到啦、啊。对。所以他们就会布置。里面还有圣诞老人。但是他是需要花钱的，然后才能跟他拍照，很漂亮哎、欸！麋鹿、圣诞老人和圣诞树，还有超大棵的圣诞树，这间超大的，这间上面真的比布里斯本就是卡布丘那一间还要大，大超多的。看整个很，虽然现在才11月多，可是现在就已经弥漫着浓浓的圣诞气氛。对啊。他去拍吗？在老外的国度来说，圣诞节对他们来说就是新年，就是还蛮重要的一个节日。对他们来说算是过年，同等我们华人中国人就是过年的节庆一样。他们就很重视这个节庆。好啦，那跟大家说拜拜吧。拜拜。